阿弥陀佛，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老法师就一条龙给我们的开示，尤其提到这一句中国人是来救世界的，是来挽救社会的，不是来害人的，我们儒家强调不知命啊，无以为君子啊。所以我们得清楚啊，我们这一生的使命在哪里？佛家讲发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还要行菩萨道。儒家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在利益众生呢，用什么手段呢？老人家说了，用教育。所以老人家写了墨宝十个教学为先，让我们真的体会教学太重要了，而且能呢从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人心的问题。所以老人家还交代要把这个十个教学为先呢，这个可以印在一起。那每一个人发这个心，立这样的志向，走这个路子，就一生教学那祖宗保佑你，众神保佑你，佛菩萨保佑你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吉祥如愿老人家说到自己是个例子讲到有一本年谱年谱里面提到老人家说他是一个没有福报的平常人没福报，也没念过书你要问我我在今天世界上接触的国家领导人很多我们都能谈得来，这个从哪里来的三宝加持的预先呢没有准备那首先呢老人家有讲到他是没有福报，那他就以身教来启发我们，他改造命运了，没福报变福报很大，都是可以修的寿命短
45岁，哎，也可以修到长寿啊。上一节课跟大家提到，曾子赞叹孔子的德恨，其中有一条，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导之。夫子当老师，他听到好的教诲，比方说财不思得财富，法不思得聪明智慧，无为不思得健康长寿，那他自己也落实了，自己证明财思得财富自在，法思得说法智慧自在，无为思他有愿力在，他想多住几年呢，没有障碍。我们观察世人呢，那无常来了，谁也抵不了啊！阎王要你三更死，不能留你到五更呢。哦，这无常是相当迅速的。所以这个身教啊，尤其能把经典做到啊，把那个果报呈现出来啊，在这个时代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信心不容易建立啊，怀疑很容易起来，所以当老师的表法就很重要了，给学生信心了。那再来呢，有提到，老人家说他没有念过书啊。那当然这个是老人家也是谦虚啊。那但是这里呢，我们也细细去观察，一来呢，老人家说他没有念过书啊，主要是呢，他上私塾的时间呢也不长，所以就像李炳南老师那个四书五经啊，老人家没有像上一代人这么完整啊，诵读啊，整个背诵下来，确实因缘是有差别的。但是老人家确实好学啊，他学习都很主动啊，因为承德见过老人家高中的同学，当时候啊，这一位长者也差不多90岁了，小老人家几岁，在跟老人家交谈过程呢，他的印象，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啊，我们一下课就去玩了，但是老人家都到图书馆读书。所以从这些地方就看到老人家特别好学。那没有像李老这样传统的私塾教育，老人家也有遗憾了。哇，像李炳南老师从小扎了私塾这些经典的根基，这些经典呢，终身不忘啊！讲课的时候引经据典呢，大家可以去看
论语讲记。啊，那这个是李炳南老师讲经啊的这个讲记啊，是他讲经的原文呢记下来的。哇，真的啊，在讲的过程，《礼记》啊，啊，《诗经》啊，哦，引经据典。好，那老人家是好学，然后想学哲学，遇到方东美教授，接着又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后来又跟李炳南老师学教，学了十年。那我们当老师也是在弘扬正法，也是学教啊。我们的对象是小朋友。那老人家是怎么学的，那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效法，也要看得懂。尤其老人家摄受众生的法缘呢，非常殊胜哦。法缘殊胜是结果呢，因在哪里？他怎么用功的？他用什么心境讲学的？我们看在经典里面，所以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所以照本宣科啊，那谈不上人师哦，可能是教书匠。那我们感受感受啊，一个老师在台上照本宣科，台下的学生会怎么样？有感有应啊，要不睡成一片啊，要不呢都在干其他的事儿啊。所以学然后之不足啊，教然后之困难啊，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啊。教学要师之道合啊，所以教学的时候不能只是在念着自己手上的教科书了，还要看看学生的眼神吸收没有啊，甚至你在讲五伦八德的时候，他有没有产生共鸣啊？眼睛看得出来啊！啊，观其眸子，人焉收哉？人焉收哉啊！那我们当父母的人，你看着孩子的眼睛，知道他在想什么吗？啊，当老师的人，看着孩子的眼睛，知道他的吸收状况如何吗？啊，当领导的人，你在引导下属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接受程度吗？这个都是我们当下的境缘。啊，学佛就是要面对境界清楚。啊，我们教了，哎，到底学生有没有收获？不知道，也不观察，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缺在哪。啊，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那这样就是教学相长了。啊，那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所以老师应该是不断提升悟性，而且他解行相应，他每一天面对人事物都有很多生命的体悟啊。
面对学生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呢，所以我们亲近过老和尚的人，弟子们都可以感觉到老人家都是侃侃而谈，言语中充满了人生的阅历，充满了人生的智慧，让人家很想亲近，望之俨然，远远看让我们肃然起敬，极之也温，接近了觉得很温暖温和。所以我们要观察，学生一接近我们的时候，他的身心放不放松，假如学生亲近我们的身心不放松，他的吸收会很好吗？孩子的身心越放松，我们的课程他吸收越多。所以这些都是存在的，都是得要老师静下心去观察去感受。所以教学是一门艺术啊，那不是背公式的。每个人处的因缘都不一样，每个人面对的学生都有差异，不可能套公式啊。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一份一心成就孩子的心。他似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我们看到老人家面对那么多国家领导人，那老人家都是一个要去利益对方，甚至是利益他国家人民的存心。所以辩才无碍啊。我们佛门常说事无碍辩才。义理没有障碍。用的方法也没有障碍。这义无碍，法无碍，方法可以应机善巧。再来词无碍，他表达的很清楚。最后要说无碍，很欢喜很愿意诲人不倦的来指导学生。所以我们不能今天上了课了，哎呀烦死了，下一节还得上。那这样就没有要说无碍。所以这佛法每一句都可以拉回来，让我们身上勘验的。跟佛菩萨的距离我们感受到了，但是我们本来是佛，我们有佛性肯效法佛菩萨，佛菩萨是我们的一个助缘我有佛性这个助缘我又肯珍惜，那我们提升的也会很快。那老法师有说了，我在今天世界上接触的国家领导人很多，我都能谈得来。这个从哪里来的？三宝加持的。预先没有准备。
好，诸位老师，你不要看到这一句话，好，从今天开始上课我都不准备了啊，到时候陈校长找我就麻烦了啊，都是陈德法师害的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首先我们要从因缘去看了，老人家已经积累了多厚了哈，这个是一个角度。再来呢，认真准备啊，要备而无备，无备而备。你不要准备了变成执着了。好，我准备了，好，今天上课了，然后就开始跟着准备，一直背啊，一直背啊，都没有看学生的眼睛，那这个备课不就变执着了吗？啊、哦，所以这佛法修学就不能产生执着点的。啊，认真准备了，准备的过程呢，就提起自己的真心。啊，那真正面对学生呢，应无所住啊。身心很放松啊，不然你一直瞄着那个讲稿啊，都紧张起来了，是吧？哦，你一紧张，要摄受学生不容易了。我们自己都护不住自己的，怎么去摄受学生呢？好、哦，那这个预先没有准备啊。我们依意啊，不依语啊，就是他整个心是清净的。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学习是什么？知识性的学习，背很多啊，遇到跟人家谈话呢，就开始在那里硬想啊，想到什么往里套，往里套，一套都不应激。所以这不是啊硬背东西，都是要消归自信的啊，预先没有准备，以后也不必去回忆，要静来不惧，静去不留啊，用心像镜子啊，我们去冷静观察一下啊，比方说。下课哪个学生有个情况我们去处理了，处理完了，当当当当啊，上课了啊，我们站上讲台啊，情绪还留在刚刚的状况，魂还没有回来啊，啊，大家想想那堂课能上好吗？所以用心如镜啊，啊，所以祖师很善教学，他用譬喻的，让我们去感受真心的状态，像镜子。这个人没有站过来，他也没照清净，啊，他不会这个人还没有来找他，他就想一大堆，啊，担忧的晚上睡不着觉。哎呀，明天还要跟他讲话，哦，但他就没有进来不拒了，啊，进去不留，当下用真心处理完了，不要挂碍在心上，啊，老人家说像屏幕一样，啊，一幕一幕拉下来，随缘妙用了。边都不沾，心地啊，随时保持清净。啊，你勉强问我，大概这是一种特殊的智慧。啊，你问我就能答。啊，答的就是让你还很满意。哦，这个是应激啊。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的，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那我们用《论语》啊，来连结一下。孔子有说到，吾有知乎哉？吾知也。有比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夫子择其两端而结焉。夫子有没有说啊，我心里很多东西啊？没有，他空的嘞。哦，但是这个空空如也这三个字很有意思，空也空。小乘人执着空又变成一个执着了。世间人把东西都看得啊，这是我的。都想控制，都想占有，他执着有。所以佛是治病了。针对我们的执着说法。所以心经说，色不异空，讲给我们凡夫听的，我们凡夫执着有啊。空不异色，讲给二乘人，他堕无为坑的，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二法门，讲给菩萨听的。所以孔子的状况也是像刚刚老和尚说的，预先没有准备，以后也不必去回忆，心都是保持清净。那现在说到保持清净容不容易啊？我们有妙法啊，妄想千般皆不管，一生佛号要分明啊！教书认认真真，做事认认真真啊！不用做事了，不用思维了，赶快佛号提起来。佛号越多，妄想就越少，心就越来越清净了。静极光通达。心清净到一定程度了，这个光是有智慧，这个清净心活活泼泼的，不是死的。清净心一预言，就像师父这里说的，你问我，我就能答，答得还憨，你还很满意，这个就是清净心起作用了。但是他在起作用的时候呢，他心还是清净的，所以叫坐而无坐，无坐就是还是清净的，交而无交，说而无说，认认真真说，他心还是清净的。我们认认真真说完了，盯着那个人有没有照我的做啊，那就说而有说了，又有助了。那这样你一讲完，我那么用心跟你讲了，你还不照做啊？那你每一次就盯着他看了啊，这个学生看到你就害怕了啊，他越害怕你啊，越做不好。大家有没有经验哦？你很怕一个人。然后你在他面前本来想做好的，我还是搞砸了。他不能给人家这样的压力哈。所以这个老和尚都把我们说这个般若智慧啊表演给我们看了。这个我们要会学。
哦，那当然，这种功夫啊，也不是一触可及的哈、哦。待会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怎么样到这样的功夫哈、哦。那老法师啊，在2018年8月16号，刚好在英国汉学院，他对我们的师生谈到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啊，感觉呀，老人家纵使是茶余饭后的谈话，都是和盘托出尤其呀，假如诸位同修，您是啊，在现场听老法师讲。那一段开示啊，要重复听，因为那是老人家应当前的机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深入来谈老法师啊2019年2月15号的开示呢？因为那是对我们干部们交代怎么做一条龙的开示啊。这个我们得把它了解透彻才行啊！透彻了，老和尚这些理念就随时指导我们了。老人家有智慧哦。我们一忘了他老人家的理念指导，就很可能顺着自己的意识去做了。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哦，更何况啊，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就很容易陷进去了。所以老法师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做一条龙啊，是搞团结的。是要见和同解。那怎么见和同解？建立在经典的指导，建立在老法师修学的指导，以及做这一个一条龙理念的指导。那理念指导我们的做法，所以我们呢，恭敬老人家讲的法，我也是劝呢汉学院的同学们，你们在场的就多听了，甚至也要把它听透彻啊，我们才能把它用上啊。一开始啊，老人家就讲了佛法求的是什么？你看这一个设问呢，就很重要了。好像我们有打到荧幕上去了。佛法求的真心，用真心，真心应付一切的事，是真实智慧。不需要去想我怎么应付，自自然然的都出来了，没有障碍啊。这个我们也都可以去感受啊。比方说今天你遇到一个事情，你完全没有个人的得失人我在里面，非常真诚去处理的时候，好像很顺利，跟人沟通啊，没有障碍。假如自己啊有很多担忧、害怕啊，或者感情啊被牵动起来了，那个处理起来可能越处理越复杂了。
哦，那老人家已经说出来他用功的状态了，是用真心去应对一切境界。那很明白了，佛法就是用真心啊，我们念念都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就对了。接着老人家这句话很重要了，所以老师很重要，好老师，高明的老师，他把这些方法点给你，所以从名师受戒，老师指导啊，实实在在话，我们这样一路成长，甚至于我们任教了，谁在指导我们？哎，我们在大学里也听了不少老师的课，那些课有没有真正指导我们的心，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那我们要当好老师啊，前提是当一个好学生呢。我们最重要的把什么传给学生？如何当学生？我们把这个态度传给他了，他铁定可以学好啊。可是假如我们本身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们怎么传给他？怎么当好学生？所以我们是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年代啊。我们从小以承德自己来讲，就考试为主了，考试机器呀，还边境特优班了，拼第一志愿了，自己快乐吗？幸福吗？在这种竞争当中患得患失啊。所以这样的心态啊，又能使人老啊。所以承德考大学的时候，跟我两个姐姐他们都陪我去考，怕我太紧张。为了支持我，全家总动员。哇，你说考个试惊动那么多人。结果我同学他妈妈看到了，哎呀，你真好啊，两个妹妹陪你来考试啊。所以这个你看得失心啊，随时都在耗能量，怎么会幸福呢？那自己就这么升学主义过来了，吃了那么多苦头啊，那假如我现在还让我的学生当考试机器，那我铁定要下三恶道去了，太没良心了吧，是吧？我已经受过这个苦了，觉得这个方向不是很正确的，那我还继续这么干，那不妥了。人生走过来的路，哪怕是痛苦啊，都是可以啊，利益别人的资粮啊，让别人不要再受这种苦了。所以老师啊，指引很重要啊。我们在台湾成长，所以呢，那么多机会接触到经典，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啊。真的现在问我啊，哪一段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候学的时候，就看到文言文就头大了。这个心不调整好啊，学东西啊，效果大打折扣。那也是老和尚救了我啊，告诉自己啊，这文言文是老祖宗啊，留给子孙的最大的恩泽，最大的宝藏啊，
你会了就能开5000年的智慧了。哇，一听很忏悔啊，这么好的东西居然忽视了那么久。很对不起祖先了。但是这一个心境提起来了，再看文言文了就没有那么难。所以自己也印证了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难是自己的想法，你念头转了它就没那么难。所以这里点出来了，高明的老师很重要啊。你只要应用上，马上就管用。什么个原因？清净心现前。以前那些妄想、分别、执着、计较、得失，把心扰乱了。那现在名师指点了，要用真心去对待一切境。好，那这些念头要放下，通通放下了，心平等了。心清净了，清净的时间多，有念头的时间少，功夫一直向上提升，妄想杂念越来越少，清净心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功夫得力了。老人家讲这些话很有味道啊。没有一下子说你现在马上全部给我放下，没有这么讲啊。你看循循善诱啊，你这个清净的时候多了，念头妄念的时候少了，慢慢慢慢功夫得力了。接着给我们一个愿景啊，你清净心能提得起来了，无论学什么东西啊都快。因为你有智慧，一听一看就明了，不能去想，一想想歪了，你的路啊就走岔了。为什么？真实智慧是你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这句话给我们信心了，大家相不相信自己有真实智慧啊？佛门有一句话说啊，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从门入的从外面进来的不是珍宝啊。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呢？杂念太多，妄想太多。你只要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地清净，什么问题来问你都能解答。所以现在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放下妄想杂念。这个最重要了。好，怎么放下呢？老实念佛。不念佛就打妄想了。所以我们每天不要求把念佛当唯一啊，要求把念佛当第一啊。有时间就要念啊，对我们教学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老师能控制情绪啊，他才能把书教好。但是要控制情绪啊，得稳住我们的念头。所以心地清净啊，什么问题来问你都能解答。我这几十年靠的是这个。我没有去研究没有去搞这个东西，就不是去搞这种即问之学啊。所以老法师说六种佛教。
大家有听过有看过老人家六种佛教的书吧？哎，我看你们都没反应。看过听过吧？哦，好啊，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把认识佛教啊听一下，或者看一下啊，看你是喜欢听还是用看的都可以。因为我们得认识佛教，我们才知道怎么学佛啊。而且虽然认识佛教啊短短几个小时啊，其实整个佛教的概论呢，老人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给我们讲清楚了啊。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其中就提到了六种佛教，哎，我们自己走的是哪一条路啊？不能走错了啊。有原始的佛教，就是教育的佛教啊，有学术的佛教，有企业的佛教，有观光的佛教，还有邪教，这些情况啊，学术的佛教，但是只有一条路是对的，就是教育的佛教啊，其他的都会走偏的。其实啊，现在也有六种传统文化，六种基督教，哦，还有宗教的佛教。其实说实在的，真正的好的宗教啊，都是办教育的，要教学的，要教化众生的，他只搞宗教的仪式啊，最后很难得利的。但是我们仔细去观察，真是这样哦。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这种偏颇的风气会影响我们整个修学的方向，我们也容易走偏掉。学佛会偏，传统文化也会偏，甚至于啊，做一条龙啊，可能也有六种一条龙啊，都有可能的。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个念头啊，不能偏掉了。所以老人家这里讲啊，我没有去研究，这个走的就不是学术的佛教了，都是走什么恢复自性的教育，烦恼妄想越来越少。我们要知道啊，走成学术一直在记东西啊，便所知障。我们自性不能恢复啊，就是两个障碍，一个是我执，常常以这个我为中心啊，就是障碍了，烦恼障。第二个是法执，所知障，都会影响清净心啊。所以跟很多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聊天，问我的问题都能解答啊，不是书上学的，自性里头啊本有的智慧，只要你不打妄想，不搞分别执着，慢慢的它就现前了。所以佛法是内学啊，要在心地当中下功夫。
那老人家等于是把他用功啊，和盘给我们托出来了。那承德想到啊，老人家他跟随李炳南老师啊十年，他是怎么学习的呢？学教啊，其实老人家达到了，人家怎么来啊，他就怎么应，随问随答，这个都有前面下过的功夫啊。我们看到呢，在老和尚与李炳南老师圆寂30周年纪念法会啊，有一段开示，谈到他跟李炳南老师学习的过程。其实这一段对我们怎么跟老和尚学习啊，非常关键。老和尚讲到了，李炳南老师啊，他讲经啊不准用录音带啊，不准录音啊。谁要是放一个麦克风在他面前呢、啊，他绝对不讲。他的教学方法就是叫你全部精神灌注听讲，你才会有受用。这个就是正确的态度。态度没有建立起来啊，不好的态度就会形成。比方说我们今天听老和尚讲经啊，东摸摸西摸摸啊，也会变得不能专注哦。看起来是在听经哦，有时候是在养成不好习惯哦。这个自己要清楚哦。哎呀，现在这个疫情啊，很有杀伤力啊！在哪里上课？网上啊，这个镜头一关注，神不知鬼不觉啊，老师也看不到了啊，跑去上厕所上半天，老师也不知道啊。其实真正用功的，应该是把这个拿到厕所里面去听啊，你全神贯注啊，不然你断了一段，不了解意思了。所以这个疫情期间呢、啊，也很怕我们那种学习态度在退步啊。所以越不能现场，越要恭敬啊，不然就麻烦了。好，所以这个李师公啊，这个都考虑的很深入的。我们能有多少收获，是我们的心态决定的。你放个录音机在此地，你的心就懈怠了。为什么？没有听清楚，不要紧啊，回去还可以重听啊。你有依靠了。所以同学们遇到困难要去请老师再讲一遍，老师会打人会骂人，打你骂你不跟你讲。为什么？跟你讲了你心里有侥幸啊，反正骂了打了还能讲还能听啊，打了骂了不讲，逼着你必须全神贯注。这样的教学的目的啊，教你开悟啊。你每一堂课都有悟处，积小悟啊，就成大悟；积大悟啊，就大彻大悟。你的境界年年会提升，
所以记的东西啊，通通没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笔记的经验？我曾经啊，记笔记记到啊，整个箱子通通都是笔记本了，都没有拿起来看的时间。所以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跟现代不一样。哇，这句话我们得慎重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现代的方法。有一次我跟一个教育界的长辈在聊啊。我就在跟他强调，我们得走古法，古人有智慧啊，古人心清净啊，不能依我们的经验哦。然后他听了有点情绪了，那你自己不是也是体制内出来的吗？我是体制内出来的，我假如是四岁就读私塾了，我现在就不是这个模样了。哎呀，我就不会修得那么辛苦了。哎呀，这个染污啊，不好去掉的啊，就像一滴墨汁进入这个清水，不到一秒钟，当就下去了。要把这一滴墨汁请出来要花多少时间？得先去买滤纸，拿滤纸来啊，再弄啊，几十倍的时间都不止啊。所以为什么蒙以养正胜功也啊？真的要把孩子的清净心保护好啊。他心越清净，越天真，越憨憨的。等到他十二三岁，你一给他讲《论语》、讲经了，他一听就明白。就像刚刚师父说的，你清净心去应对一切，自然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是用读经的方法？所以跟我们刚刚开解的都呼应了。你不教他读经，他也会胡思乱想啊。他妄想杂念也会随着年龄增多啊。你让他读经，他妄想杂念就少了。清净心才能够保持。而且啊，有一本书啊，要推荐给大家。春学旧语啊。为什么说这一部书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说啊，除非有特殊因缘啊，除非你的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他还用私塾的方法教你，不然80岁以前的人都是用现代的教学法的。这个因缘我们都要分析清楚哦。现在的教学法理论依据谁的？依据西方系统。所以我们当时候到师范学院啊，承德是师资班的补那一年的教育学分，我都傻了，学的都是西方这些教育家的理论，结果他们讲的正确的理论呢，我们老祖先呢几千年前就讲了，《礼记学记》啊，敬于未发之谓预防法。当其可之谓始，机会教育，
即是法，不灵结而失之之谓训，循序渐进法。相关而善之谓魔，观魔法。所以真的，我们要从事传统文化，我们得真下功夫啊，传统的这些理论方法，我们得自己学深入才行啊。我们学不够深入啊，信心不足。就好像说我们自己学佛，自己没有受用，你要再去介绍给别人呢，底气不够。而这一部书就是清朝的一位私塾老师，他因为做得非常好，好多人请他，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经验写下来啊？因为古人都谦虚啊，最后太多人请他了，他写下来了。就像老法师，好多人都请他讲《华严经》，老人家就接受了。善知识都是谦虚啊，而这一部书里面提到了好多观念啊，真的我们没有深入看呢，我们自己想啊，所以老法师说一想就歪了，得要过来人给我们讲解啊，经教听老法师给我们讲解，包含私塾，哇，这些真的一生几十年都教书的，他们的留下来的经验，而且你一看他的经验呢，通通都是述而不作。他每个做法都交代，《论语》怎么说的，《礼记》怎么说的，都有出处的。比方说，他里面提到了“失言而后道尊”，这个“言”首先是什么？老师自重啊，人家就会尊重我们啊。怎么尊重自己呢？克己复礼啊，自己在自己的道德学问上这么下功夫，自然流露出一种威严出来啊。所以不是看了这句话，失言而后道尊呢？你们都要尊重老师啊，家长都要尊重老师啊。很多东西是自然中自然相啊，自然互动起来的，不是刻意操作，也不是刻意要求出来的。所以《无量寿经》这一段，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甚。要道法自然啊。怎么道法自然？用真心。一有要求别人，控制别人的心，不是真心了。这里面呢，他都有开解到。显然啊，他为什么这么开解？清朝就有这些偏颇了，不单是我们现在啊。然后又提醒，有些人一执着，要十三四岁才可以给他讲解，其他都不能讲解了。你每天跟小朋友啊，他六七岁、七八岁，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你一句也不跟他讲，那个机会点不都没了吗？所以麻烦就麻烦在我们容易一听什么就着什么，那是指什么大不精，你这生活教育啊，像小儿语都是生活的一些行为啊，弟子规
他走路太快就撞到桌角了，哎，小心小心，宽转弯误触人啊，倒杯水都溢，这个水都溢出去了，直吸气如直也，是动作都要从容，要稳重啊。哎，他到教室开个窗帘，咵把那窗帘都拉下来，太粗鲁了，缓接连。你看一天有多少这种生活情境，要不厌其烦，以身教带动，以言教提醒，甚至于你每一句京剧啊，能够变成你整个环境的气氛。啊，不要说相关而散，你可以带动整个学生互相学习啊。啊，但这里面也提到一个重点，私塾老师带学生呢非常敏锐，而且很负责任。里面就讲了，你是私塾老师啊，居然跑去茶馆喝茶啊！你不在现场，你怎么应机去指导他？所以我们接了哪个身份呢？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去做啊，名副其实啊。那私塾老师师在童子之命也，你领了人家家长的束修了，你怎么可以不尽心呢？大家要知道啊，那孩子跟他祖先是分不开的，他好好学，他真有德了，他祖宗都沾光啊，一人得道九祖升天了。我们当老师不认真教啊，人家祖先都震怒啊！为什么我们会误了人家的子弟啊？不进则退啊！甚至于这个老师就让谁年纪最大，大的带小的，结果搞不清楚了，大的有时候啊习气更重啊。小孩五六岁憨憨的，很单纯呢、啊。你去叫那个十二三岁的来带他，结果他的习气重，甚至还欺负小朋友。啊，我现在讲这个事情啊，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我听过不少啊，我听了心痛啊。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小孩他的家长让他孩子来学传统文化，我们要知道他父母要顶多大的压力呀、啊、因为毕竟重视的跟一般学制内的不大一样啊。我们得要体恤人家的不容易啊，那我们就会认真啊。人家这么信任交给我们，我们还不认真去做，这个都不是薪水多少的问题了，这是责任的问题了。做义工也要尽心尽力啊。那我没有拿钱呢，不能因为没拿钱，态度变得没有认真，那还得了啊？而且说实在的，没有拿世间的钱啊，拿的可是西方财啊，积功累德啊。你世间的财啊，你有一亿，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好，所以是西方财比较厉害，还是世间的财啊？那既然是西方财比较有大用，那积累西方财铁定要比世间人工作更努力才对啊。
哦，所以不能因为我义工啊，我又没领薪资，态度变成不够认真，那真的我们就变冤大头了。可以积累无量功德，变成去造业了，那这个不是冤枉了吗？所以这个作者就提醒了，假如大学生的习性会影响新来的，会影响年纪小的，你都要能够把它隔开好。哦，那我们这个负责的人总不能说没关系啊，孩子立誓练心。哇，你这个礼也太高了吧。我们自己立誓练心就练不起来了，还小孩。哎，不能执理废事哦，这个要就事论事啊。那孩子那么小，他是非善恶都不会分辨，哪个大哥哥做了哪个坏的动作，他回去就学了，就染了啊。所以实在实在，童子之命也，要保护好孩子啊，清净心呢、啊。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我自己去念师资班也是很多感触，但是我幸运在哪里？承德幸运在我是先听了老和尚的经教，才来学现代的教育理论。哦，我有一点基础判断了。啊，我相信大家都学过行为主义学派。啊，哎，拿狗做实验，拿老鼠做实验，最后的结果拿来教谁？教人啊。好，那诸位老师啊，我们来判断一下，拿狗跟老鼠的实验最来教人，请问要把人教成什么？那不是很明显吗？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越教越像什么？他们的层次是欲望的层面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青少年，他为了自己的欲望，他可以堕胎啊。哇，那很吓人的哦，一年5000万了，未成年占了1000多万了。你看人的行为，虎毒不食子啊。这跟教育理论有没有关系？有关呢。你都拿动物的实验来教人了，你看丧失民族自信心啊，要付出的代价多不多啊？我们不说别的吧，小朋友一定学什么24孝，个个都是圣贤人。我们不拿圣贤人来教，拿狗拿猫的实验来教，你看这个丧失民族自信心到这种程度啊，连个基本的判断都没了。所以老法师说啊，中国人是来救世界的，有道理啊。现在怎么救？我们得把教育的成果做出来啊，不然世间的人你跟他讲话的权利都没有啊。所以老法师说他去做伦理道德教育的实验，在自己的故乡做，被联合国逼的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一条龙？我们不做出成果来，人家不相信我们传统的教学法能出人才啊，能开孩子的智慧啊。可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学明白，
都还不够深入耶。所以我们做事情也要度得量力耶，哦，不能理事啊，不能执理废事了，啊，那也不能执事废理哦。做任何事还是要有理论，传统教育理论的支持哦。理事要圆融。哎，我们现在，那孩子，你可不能说让他立事练心哦。可能受的污染，我们要尽力去避免。再来，我们自己时间、精力、能力都有限。我们这个时候说，有教无类，只要肯来的我都收。哦，那这个得也得客观一点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呢。尤其我们在传统文化要很冷静啊，我也都观察过了。哎，这个传统文化的学校啊，哇，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学生非常优秀。当然，老师也是出发心很猛，哎，有点知名度了，学生收很多啊。要说什么学生，世间呢，书读不下去了，父母没法了，没办法了，啊，那传统文化来拼拼看呢？那第一个，这个学生他一收，他要花很多精神了。第二个，学生跟学生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会呀。这些缘分是我们能够事先判断掌控的，哎，我们不是不平等啊，我们做事得冷静得理智啊，我们不把成果出来，怎么让更多的家长家庭相信呢？那假如我们成果不出来，还产生很多问题，那甚至于可能让相信的人都不相信了啊！这一些事情啊，我自身都有深刻的感受，包含我所观察到的团体啊，那慢慢慢慢的啊，本来前面的学生优秀啊，很快的就滑下去了。所以这个随缘妙用啊，还得用智慧、理智啊来判断呢。就像我们经营英国汉学院，我们的学生呢，都是要求啊，他学术德行，尤其德行方面，不然。大家都还年轻啊，同学跟同学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大人都会了，更何况是年轻人？而且我们得面对一个事实，学好啊，中年不足啊。我们学个孝道要学多久？学坏呢，一日有余啊。哎，这个同学骂脏话了，就学会了。啊，你看财色，哇，那个一染就会了。不要说一天呢，就一次哦，一个小时哦，就染上来了。所以为什么蒙以养正，圣功也，功德无量的事业，太关键了。少成若天性了。其实我们对汉学院的学生严格录取，
可能有学生会觉得我们不慈悲了，在这个时代啊，有时候做事啊，不慈悲是真慈悲啊。真一般觉得慈悲啊是不慈悲啊，这个都得冷静观察，因为慈悲会多祸害，方便会出下流，心软也得要，不能被人家有恃无恐啊。今天啊，我们学生，我胜于死要求他，他会努力啊，他会提升啊，他会自己达到这个门槛呢。我今天没有对他要求，他很简单的跨就进来了。一进来，汉学院的学生呢，这个名就挂上来了。他基础不够就染上来了。再来，他的坏习惯是造业呢。啊，那么多发愿的学生都受到他负面的影响。那这个业他都得受呢，那是我让他进来的，我慈悲吗？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造业，造什么业？是恶业还是善业还是净业？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确实不简单了。西方的系统，工业革命产生的，他的思维是什么？把人看作生产力呀、啊！啊，这个人要怎样怎样的，然后他出来可以工作，这是他整个交易思维的状态啊，主流是这样啊，也会有一些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主流在知识技能的传授啊。可是传统文化不一样啊，传统文化前八个字，人之初性本善啊，是要把它的本善开发出来。他好不容易得人身啊，你要让他像人、啊、你要向他进一步向君子贤圣的方向，向佛菩萨的方向去迈进啊。啊，这些我们主事的人啊，领导老师不清楚我们这个舵到底方向要往哪里走啊？而且我们花的是十方财啊。陈德在英国汉学院战战兢兢啊，全球那么多华人同学这么信任自己，这么信任我们汉学院，他面对的挑战啊不少啊。啊，当然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越难我们只要一心为公啊，佛菩萨会加持的，我们也不担心，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你说挑战困难真的很多呢，只要自己把心用对了，挑战困难会成为提升每一个人的真上缘，这个很妙哦。所以老法师刚刚说的，佛法求的是什么？真心，要用真心。我们要知道，在办学的时候也会有
业报现前啊。一个孩子有业力啊，一个家庭有业力啊，我们老师自身也有业力哦。刚好有情况现前了，我们首先得要定下心来去应对啊。我们得要多正向去思考，正向去处理事情。那这个业报去掉了，爆掉了，消业障啊。哪怕我们尽心尽力了，还得到很多的不理解、批评，也不要难受啊，都是帮我们消业障。但是自己要很清楚啊，我一定随时要大公无私，我不能基于义气，我也不能迁于感情，要冷静客观理智来面对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用真心啊重要啊。不知道大家自己在家庭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一般人看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好像遇到了一个灾祸一样。可是自己的心境啊，都是真诚去面对。念念为人想去面对，会达到转祸为福啊！化危机为转机，化悲愤为力量。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以后的学生人生会不会一帆风顺？我想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我们老师展现给他们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啊，进一步在这样的境缘还能忠恕之道啊，还能念念为他人来着想，那我们就教给孩子面对逆境恶缘的心态啊，跟应对的分寸呢。就像一个家庭啊，自己也见过啊，父母离异了，那这个对妈妈来讲算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了。这个妈妈假如开始抱怨啊，骂另外骂前夫了，那她的孩子就在这种氛围之下了。可是她痛定思痛啊，包容宽恕啊，纵使是对方错，她也用这种心态，一来他的孩子学到怎么包容别人了。二来这个母亲的忍辱功夫啊就传给孩子了。一切法得成于忍啊。所以没有坏事哦，心用对了，哪件事啊都能产生很大的价值。心用错了，好事也变坏事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办学资金不缺啊，老和尚福报很大，这是顺境善缘哦。可是我们的心用错了，反正我们又不缺钱，那花钱不够慎重了。
那这个就法就表不好了。十方财啊，一块钱啊，要当两块钱用啊。好，那刚刚啊，跟大家提到，李老他教学，其实这一段就让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随时能够感受到学生的心，他的吸收状态如何，这是清楚的。《礼记学记》说的知其心，然后可以就其事，这个我们得要冷静了，我们自己能不能感受到学生的心？不能感受啊，那我们当老师的能力还要下功夫。老师是个缘分哦，实实在在讲啊，在台湾当老师啊，过去生修的福报啊，生活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承德自己那几年教学感觉是很幸福啊。虽然实实在在话6点多就出门了。差不多回到家也6点了。12个小时左右啊。有时候天还没亮就出去了。天黑了回来了。但是呢很享受啊。一来开车就听老师讲经了。听了讲经了一进校门开始用啊。在这个教学当中把听的用出来啊。礼敬诸佛，每个学生都是佛啊。称赞如来，我得看到每个学生的优点。哪怕是那个最调皮的，我也要把它练出来，我可以看到它的优点。广修供养，有机会了，我们就把自己人生的体验供养给学生。因为我那时候教是6年级的，很多有的都比我还高了。忏悔业障，今天这么下来，哪个眼神哪句话不妥当自己沉淀沉淀的，可以修正修正的反省反省。所以很充实啊，觉得一天没有白过了。然后回家又可以听经了。然后一吃晚饭还可以吃到妈妈煮的东西。然后吃饭都是听经，挺享受的。那还有寒暑假呢。还可以调息调息。福报啊。但是福报是前世修的啊。那这一世呢，这一世也得修啊。但是我们冷静看呢，享福报。所谓三善道啊，消福报；三恶道啊，消罪业。我们听一听哦，那是消福报好，还是消罪业好啊？好，这一段话呢，我们去体会体会啊。再来，我们遇到逆境恶缘。消罪业呢？我们问遇到顺境善缘呢？没有好好珍惜哦，消福报呢？尤其吃公家饭，吃着吃着变成应该的，哇，这一念心啊，福报就损得厉害了，领公家的。
要为公家负责，要为下一代出人才负责啊。我们是对纳税人负责，我尽到力了，无愧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书用真心啊，不能享福报而已啊，我要不断提升我的德行，我的教学能力啊，这个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看到李老师他完全能够感受到学生的状态，所以他不讲啊，讲了你侥幸了。当然啊、李炳南老师啊，那是在四五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啊。你现在假如这样啊，可能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看实际情况啊、实际情况。就好像这个张家大师啊，教老和尚啊，第一次见面半个小时没说话。你看老和尚就坐了半个小时。现在假如这么教啊，我看一个人也没有了。但是不能不清楚学生的心。这张家大师会这样教老和尚，铁定是他关机应机的。你看李炳南老师教老和尚，你不用抄笔记啊，不用抄笔记。都是应机啊。你所三个条件都是应机。那老人家说了，现代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记忆是什么？帮助你分别，帮助你执着。你永远不会开悟。我们都不能看外向的东西啊。大家去观察一下，一个孩子七八岁的眼睛比较亮，还是二十岁读大学的比较亮？大家去观察看看。那老法师九十岁，那眼睛比我亮多了。你看老人家当时八九十岁跟我们一拍照，那个照片一看就是他老人家最庄严。这个我们是他孙子辈的站在他旁边都很不庄严。你看他学的是智慧啊，他不是学那些去分别去执着的东西啊，他不是应记的。那接着老法师讲了他怎么学的，这对我们很重要的。我听李老师讲华严，我只听一卷，一卷听完之后下面我都能讲了，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了。这怎么来了？谁问谁答？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教学方法我也知道。我在台中啊，是学这个啊。用什么心态来讲？用什么方法来讲？这是活的，教学是活学活用啊，不是照本宣科了，这没有办法教的。
这要靠自己去领悟了。啊，有时候老师讲多了，把我们的悟门堵住了。必须长期去听，长期跟随老师，一堂课都不缺。啊，你慢慢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去琢磨。你在这里体会得心得，啊，然后自己在讲台当中啊，能够活学啊，灵活运用。老和尚是对大众啊，我们是对孩子啊，但是呢，原理原则是完全相通的，而且我们得把老师学的心法学会啊。传统文化我们得学通啊，怎么通？传统文化是师道，我们得跟着一个过来人跟他学。这孔子也说啊，子张问善人之道，善人怎么修道，怎么修大学之道啊？孔子说不见机亦不入于世，你要跟着老师的脚步。所以老法师这里说，你要长期跟随，你才能掌握老师他是怎么把佛法完全用在他的人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哇，你这样去跟随，这样去观察，你每天都有悟处啊。哎，原来随缘妙用是这么用的啊，原来柔和直直是这么摄受众生的啊，哎，威仪住持有则得，一举手一投足，哎，都给学生正面的影响啊，普待众生受苦的，哇，他是这么样不辞劳苦的，我们跟着善知识，跟着老和尚。体会到了，所以我们这样跟随下来，说实在的，哎，临时人家问说，哎，你学到什么了？有时候一下还不知道怎么讲，哎，但是自己读《论语》，啊，读《无量寿经》，哎，一读啊，比方，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就会想到老和尚了。哎呀，好多国家领导跟大使都来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怎么得到的？温良恭俭让，人家对他信任，语言不通的人都信任他。他现在身上透着慈悲啊！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德尊普贤，啊，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好像每一句一读就老和尚的影像就浮起来了。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看老和尚看着这些孩子都放在心上啊，要办学啊，教下一代太重要了，你不能把孩子教成浆糊啊，他得要修定啊，你给他生活教育啊，啊，你不能一天七节课啊，40分钟啊，再换另外一节，他第一节课学的东西还没定下心来，又换第二节，又是不同的内容了，他的心随时不安定。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诸位大德同修啊，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那十几年的岁月读了那么多书啊，记得多少啊？很严肃的问题吧。你看李炳南老师他们这样读下来全记住了，到了90岁都没忘，随时可以引经据典，那是人生最黄金的岁月啊。
老祖宗的智慧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也得跟着师父学通哦，师父是怎么学的我们得看懂啊。你学老师每句怎么讲，那是学死东西啊，那个不能变化，不能弃大众之机。那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也有程度低的，都要面面顾到，让所有的听众啊都生欢喜心。这样的讲课啊叫成功啊，这种讲座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听众程度不一样，当然一个班级里面呢程度也有差异的。但是我们跟老和尚长期听他老人家讲经说法，慢慢就学到了老人家的思想理念，教学的善巧方法。好，好，那刚好啊，有老师啊，有谈到啊，这个跟刚刚啊所论述的还是有一些相关啊，跟大家做一个探讨啊。第一个问题啊，这是刘老师问的。孝道的确是很重要，有些学生弟子有时可以尝试引导其多替父母着想，而弟子遇到的学生有目睹家暴或是被家暴的学生，有些家暴是无道理的时候啊，请问辅导时要如何教孝道才会比较恰当呢？那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的心理状况。假如他已经是被家暴的对象，我们一下子就要求你要孝顺，你说他能理解吗？所以法没有定法，不能死板了，要应机哦。纵使他是目睹家暴，其实那个对内心的煎熬还是非常非常大。哎，我们读到这个问题啊，都感觉心痛啊。那在孩子小的时候经历这些东西啊，对他的人格的冲击都挺大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因为毕竟啊，孩子遇到了，我们也得陪伴他走出前面的阴霾啊。好，那孝道他的精神是知恩报恩。好，那恩德最大的首先是父母啊。没有父母我们没有办法生存呢。那比方说父亲家暴，那母亲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要念母亲的恩呢，也是教孝道啊。啊，面对父亲的错误，我们要引导他去包容去宽恕啊。人这一生呢，铁定会面对这些人事境缘的。所以为什么老法师常常引一句经文，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那整个引导，首先，我们要很能体恤孩子的痛苦。孩子一感觉
老师理解我，他的心就打开了。打开以后，我们可以随着他在吐露真言当中顺势提醒他该念的恩。其实啊，人一念恩呢，他的正能量就上来了。他一直在想那个愿，他就会沉浸在里面。你帮他提起来，慢慢让他多看恩德，多看正面的。这就是陪伴他的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引导他念恩忘怨。所以我也曾经遇过做社工工作的同修，他说我看到这个资料我都想打他爸爸一顿了。我说你首先自己的心要平静下来，不然你处理不了事情了。那甚至于有孤儿啊，他就是被父母抛弃的，那这个时候就不能是着在一个教学的项上了，那这个孝道就是要教那个知恩报恩的，就是他的幼儿园园长啊，他幼儿园的老师啊，他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对你的照顾超过你，超过一般人的亲生父母啊，你说这孩子哪有不感动的？那当然。这个都没有一定的一个步骤规矩啊，都要顺着孩子他的内心的状况，甚至于让他首先呢懂得爱自己。你看你现在被你这些念头一直在折磨你的身心，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想这些引导他应该都能接受。进一步再引导，其实犯错的人他不懂，甚至犯错的人呢也很受到良心的指责痛苦。那这个就要看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在谈话的过程呢，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引导他放下这些怨。好。所以道理也不能硬灌上去，也要体恤到学生的心。第二，面对目睹家暴，例如爸爸酗酒生气时会摔东西打妈妈等等的学生，有些会非常乖巧会听被家暴父母的抱怨往往这种学生会变得很担心被家暴的父母，所以他平常会提醒平常刘老师会提醒要如何保护自己以及让小孩知道父母吵架往往不是自己的错这个引导很重要不然呢小孩他接受到这样的磁场他会自责自责就成为他心里的心病了都要协助他放下这些心上的烦恼就算是为了教养自己而吵架，也不是100%的负责，因为父母有权利可以决定如何沟通管教小孩的方法。好，那我想我们还是呢就事论事。
不能说把责任全部推给父母，因为小孩这其中假如还是有他不妥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去提醒他，让他来改进。这个也都要看客观的状况。而父母确实是有权利，因为小孩还小，他是监护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多管齐下的时代啊，有机会跟他父母交流，我们要抓住时机点啊，甚至于你跟他接触时间有限，也可以把一些好的书啊，或者好的这些演讲介绍给他啊，甚至于这个孩子够善根呢，你好好带他，让他做到啊，他的父母惭愧感动，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因为他的父母也是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也有接触啊，家庭里面学传统文化被小孩感动的也有啊，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暖春》。有介绍过吗？啊，那是一个孩子啊，哇，他的行为也是感动大人。好，那这样引导啊，是不是符合孝道呢？哦，那这个就很关键了。我们是依《弟子规》啊，依圣人做人做事的标准，哎，不能说父母错了，我们都要说父母是对的，那这个不妥了。好，我们要依法，不是依人哦。好，那《弟子规》也有教啊，亲有过，见使根，怡无色，柔无声，所以劝父母也是孝道啊。没有违背孝道哦，啊，孝经啊，见真章里面就提到了，啊，父有真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而正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啊，所以有人批评说，传统文化愚忠愚孝，那是他对经典没有深入。孔子在这个见真章里面啊，曾子说哦，那都顺从父母，这样是不是孝顺呢？孔子说这是什么话，重复两次的哦，你不能理解偏掉了。好，我们就事论事啊，依弟子规，依圣贤佛菩萨教我们的原理原则啊，来引导孩子，来就事论事。那当然哦，这个孩子很担心自己被家暴的父母，这个我们也可以依宗教信仰来引导他，让他呢可以借由啊佛菩萨的力量啊，或者这些各个宗教的这种力量，让他安下心来，因为他担心是对他没有帮助，对父母也没有帮助，所以这些心念呢，我们都让他往正向的方向去引导。好，这个还有两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交流。
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